现在有请由东边来的俄罗斯赌神法比奥。现在有请西边的选手 FIFA 主席白礼达。请两位就座。今天你们所玩的就是 show hand， 每人手上有45万筹码。燕华士，你嚟俄罗斯上届，就连小组赛都入唔到，凭咩同我赌？你系咪唔记得咗？今届我哋第十届参加世界杯，经验丰富，而且仲压到葡萄牙，以小组首名出线。闲闲地赌住一万先。我跟。燕华士。我哋有曾經效力車路士嘅沙哥夫喺度，佢無論技術定係速度都非常出色，甚至被人稱為俄羅斯朗拿甸奴。照咁睇，我哋贏面大啲喎，20万。我跟。你哋今屆同組有呢個黑馬比利時、非洲嘅阿爾及利亞。還有南韓這隊太極虎，相信出線都有些難度，跟我鬥？那看小我們戰鬥民族的厲害，我曬你了。好，曬你了。唉，冤家牌。好，這麼有趣，今鋪就嘥你啤。如果呢鋪我贏咗，下屆你哋舉辦世界盃，我哋國際足協一仙都唔會撥俾你。但係如果我贏咗，你下屆世界盃就要俾 double 筆值我哋俄羅斯。冇問題啊，照去。就咁話。我呢個德國製嘅液體眼鏡已經睇穿嗰隻鹿啦。你又點會贏啊？出嚟見我同花筍啊！我哋仲有新沙皇基沙哥夫喺度，佢直头系队中嘅神射手，所以你冇机会赢噶啦。冇可能啊！明明系鹿嚟噶。